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菜鸟飞行员大山腰。现在各位看到的是美军 SR-71A 鸟侦察机在大毛的领空24000米的高度，正以3马赫的速度对大毛的各个军事基地进行攻防的侦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回到冷战时期试验一下，看着有着不锈钢神器之称的米格31战斗机，能否拦截当时最新进的 SR-71A 鸟侦察机？米格31截击机最快飞行速度2.83马赫，实用升限24000米。这个技能想要从后面追击黑鸟侦察机的话，肯定是无能为力的。所以我们要预判黑鸟侦察机会挥过了航线，从它会。Thank you.